代中医的历史可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，其为世界留下了深远影响，是人类的自然遗产。草药学是中医实践的核心，并且促进了中医的发展。薄荷具有丰富和广泛的药理特性，是最广为人知的草本植物之一，常用于中医领域。薄荷在潮湿的环境中自然生长，除少数例外，几乎可在任何地方种植，是具有各种治疗效用的草药，可治疗多种疾病。随着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滴配方流传到黄金之地泰国，新的传奇开始。汕头圣人众多弟子中唯一的泰国学生温哲杨皮坤先生创立了上标油，也即是顶级草药油。50多年来，这家供应由他研制的珍贵上标油的药房稳步壮大。Bertram Chemical 1982有限公司从一家只有一张小桌子和一个小炉子的街边小店，发展成为如今拥有300名员工和占地超过23英亩的高科技产能制药帝国。独一无二的上标油取得伟大成就，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过去获得的知识和经验，以及专业制药团队使用优质原料研制医药产品的承诺。在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清洁安全环境中，对所有的原料加以严格的质量控制，这样的成功促使上标油得到泰国人民真正的高度评价。从汕头市珍贵的第一滴配方到我们今天在泰国的成就，这是一段伟大的历程。在过去50年里， Bertram Chemical 1982有限公司收获了许多荣耀，后将会继续努力为研制珍贵药品而奋斗，让所有人看到卓越的草药油品牌的价值。上标油。